段是怎么断的、啊？那个段是在他在换天线，他在切换那个天线。这是圣经里面没错吧？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我的啊！别减啦，那一下黑屏那个才一下而已，一秒不到，好不好？在正前面，正前面没错啦，你要飞到大门上面，正前面，我知道啊。所以那个电脑加加，对，接上就断了。我刚才是换天线，切换的天线。我的稳定度好很多啦，你看，所以我这样搭配很好。对。看有没有机会再去买到那个棒棒糖。
动力不足啊。Thank you.